开经本，迦诺罗王寄送第二首看起。佛神通力无所爱，遍作十方觉树下，眼法如云系充满，宝集听闻心不腻。不可坏宝集迦诺罗王菩萨，他修学的法门是普安住法界教化众生，这是一个弘法利生的菩萨。那么从寄送里面也明显的给我们说出来啊，这一位迦诺罗王是佛菩萨的化身啊，所以第一句就说了，佛神通力无所碍，这是把能说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佛菩萨何以能说法呢？啊，所说一切法都能够啊应众生的机啊，这是很不可思议。这个力量啊，就叫做神通力。通是通达无碍，神在此地简单说呢，神奇莫测啊，不是凡夫的常识智慧能够理解的啊，佛所证的是无碍的智慧。就如清凉大师在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四种无障碍啊，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必须达到这样圆满的境界，才能够教化法界一切众生啊。如果我们的智慧能力有障碍，虽然发心教化众生，这个教化了是有限度的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所教的这些人程度啊都不如我们，我们才有能力教他啊。我们能教凡夫啊，凡夫里面还有高级凡夫，我们没有能力教他们啊。所以佛教菩萨要不住的精进啊，不停止的精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教化众生也是充实自己的智慧等等，所以教学相长
这一段事情，我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得到啊，世间许许多多的事理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也想象不到啊，在教学当中谈话当中啊，人家提出问题啊，偶尔谈到我们才发现啊，我们这才明了，增长自己的智慧，增长自己的德能啊。所以中国古德讲学问这两个字说得好啊，啊，我们要学习问啊，孔老夫子是圣人，但是他并没有舍弃学习啊。你看《论语》上记载，入太庙，每事问啊，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啊，为什么还要这么问呢？我们现在能体会得到。机会教育，他知道，跟到他后面一群人不知道啊，啊，那么他的一问，主事的人来讲解啊，那些人都听到了，机会教育啊，这是菩萨实现了 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啊，菩萨罗汉啊，长者居士向佛请教，所请教的问题并不是他不知道，他也跟孔老夫子一样啊，见到世尊没事问啊，带别人问的啊。所以佛经里面讲问有四种，这叫力要有情问，不是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是在学问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啊，我们要懂得啊。这个在佛法里面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厚德之是无所不知 啊，这不问怎么行啊。我们在学讲经学智慧最得力的是解答问题啊，跟许许多多人在一起啊，他们提出许多问题我们来解答，这是智慧 啊。有的解答的人很满意，有的解答的人不满意啊，甚至于有些问题自己没有能力解答，就发现哎，这个我还没有学到嘞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发现自己所学的不足啊，激励自己更认真、更努力的去求学。啊，座谈会的方式比讲经的利益了更多啊，更圆满了
法身大士，诸佛如来，这个道智慧能力都达到圆满而没有缺陷的境界了。遍作十方诸树下，这一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经文看待了啊，便是普遍，是不是都住在啊十方世界菩提树下呢？那这个地方要没有菩提树怎么办？我们要懂得树的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去找一棵树，那你就全搞错了。树是代表树立，建树是表这个意思啊。佛为一切众生树立什么呢？树立教学，树立正法的好榜样啊！啊，要懂得这个意思。啊，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书现代讲见识。啊，树就是见识的意思，觉树。这个意思就清楚了，这个见识是帮助社会大众觉悟的。那么诸位想想，这是个什么见识啊？现在所说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啊，多元文化的教育叫做觉悟啊。佛常常啊安住，这个坐是安住的意思，安住也不是身啊，心啊，念念的这个心安住在帮助一切众生中啊，这个叫遍作十方觉树下。不可以把经文看待了啊，这一看待了全都叫着相啊，着相就迷了，着相就错了啊。既然有这个心呢，必定要建筑于事。第三句是讲四相啊，烟发如云呢，喜充满啊，演是表演，不但口说，还要身行啊。佛教我们看破。他看破了啊，看破是一切通达明了啊。佛教我们放下，放下是对于事出世间法丝毫不沾染啊，这叫放下啊。他真的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看破放下之后还要能提得起啊，啊提起什么呢？提起
觉悟一切众生的使命，这就是他们示现在人间，示现在设法界里面所做的工作。无论示现什么身份，无非都是教学。当然，所有身份里面最突出的、最明显的是老师的身份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的是老师的身份啊。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菩萨三十二应，三十二应里面就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身份啊。像我们先前学会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阶层它都实现了啊，实现做什么呢？教化众生。怎么教呢？做榜样啊，实现一个商人，商人菩萨啊，实现一个工人，工人菩萨啊，实现过王，过王菩萨，示现大臣，大臣菩萨啊，示现的童男童女小朋友的菩萨，都是给社会人做好榜样啊。诱导世人呢，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这个就是习充满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能体会到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宗教信仰，佛菩萨哪里不现身呢？哪个地方不演法呢？这个法就是正法，与法性完全相应的法啊。这个法是善法，儒家讲止于至善啊。可是这个地方有两个字非常重要，如云。佛演法充满虚空法界，如云呐、啊！如云是什么意思？相有体无啊！佛。教化众生啊，丝毫不执着，这叫如云啊。啊，云，我们云地方看到有，接近呢就没有了。啊，就是告诉你，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啊，决定不能执着
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为什么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世间人不懂啊，以为这个样样法是真实的啊，念念想占有它，这就生无量无边的烦恼，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感受梦幻泡影一样的果报啊！地狱是不是真的有的？啊，恶鬼是不是真的有呢？如云呢、啊？就跟你做梦一样啊！你不能说他没有，你不能说他真有。啊，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每一天做噩梦，好不好受呢？不好受啊！啊，每一天晚上做噩梦，有人要拿刀杀你。啊，你身心不安呐、啊！地狱现象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前现象也是这样的呀。你真能看破了，你就得自在了，顺境。很自在啊，顺境何以自在呢？一丝毫贪心都没有。你有贪心就不自在了。逆境也很自在啊，何以自在呢？没有一丝毫嗔恚心。无论顺境逆境，心是清净，是平等，是觉悟的，是慈悲的，他就自在了。他了解事实真相啊，能得所得都不可得啊，才会得大自在啊，才能够一心一意为众生啊，为众生是建立佛法啊，建立佛法怕大家产生误会啊。我们换一句话说，建立正觉的要求啊，这个大家比较好懂。不至于产生误会了自己要实现，就是要做个样子学习啊，释迦牟尼佛都为我们做实现做榜样嘛，这个叫做真正的慈悲呀。真正的是爱护一切众生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为众生设想的，不是为众生而为的啊。为什么？对于自己一无所求，一无所需了，完全是为众生啊，为社会呀，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种邪知邪见误导众生
这个太可怕了。昨天中午有一个同修请我吃饭，客人里面还有一位是新加坡高级的官员，社会发展部的，跟我谈起现在新加坡每一年堕胎率大概将近20000人，这个城市300多万人的城市，每一年有20000多人堕胎，这听起来很可怕啊。现在呢，堕胎是合法的，是世间法律是合法的，可是事实真相是不合法的。昨天我们就谈起来啊，儿女到你家里来投胎，佛经里面讲啊，有四种语言啊。没有语言，不会到你家里来。佛讲的四种语言：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他要是报恩来的，这是孝子行孙呢，你把他杀掉了，恩就变成怨了，变成仇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如果是报怨来的，怨上再加怨，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啊，你的麻烦就大了。讨债的来了，你把他杀掉了，不但呢你欠债还欠他命啊，还债来的他是好意来还他的，你把他杀掉了，都变成了冤仇。因果通三世，以后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些话现在年轻人不相信，不管你相不相信，这是事实真相啊，不是说你不相信就没有报应了啊，你相信有报应，没有相信，不相信还是有报应，报应逃不掉啊。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的循环不空啊，因果的消除不空啊，因果的转变不空啊，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今天这个社会立法堕胎合法，这个知见是错误的，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呀！那么就是而
啊，就事论事，社会离婚率逐渐的都在增长，啊，我听他们说离婚率年龄最多的大概是结婚五年啊，这个比率最多的。如果他生下有小孩啊，这个小孩父母离婚他变成单亲啊，从小他就有个很不正常的心理，他没有爱心啊，心里面是愤恨的。这样的小孩长大了，岂不是变成社会问题？古圣先贤的教育，要是用一句话总结，啊，这个我常常讲的，世间所有宗教的根本呢，仁慈博爱。不单单是宗教啊，全世界啊，中国外国古今的大圣大贤教导我们都是爱的教育啊，不是恨的教育啊。啊，现在把骄傲的教育舍弃了，疏忽了啊，仇恨敌对的教育现前，这世界还得了吗？社会的长治久安啊，世界的永久和平越走越远了。啊，我们背弃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背弃了佛菩萨的真实教诲，往后的艰难恐怕比现在啊，不晓得要增加多少倍呀。这是我们不能不警觉的。我们纵然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最低限度啊，要帮助自己。啊，自己在这个困局里面要走出一条生路。啊，路怎么走法呢？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好，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就走出来了。啊，我们对圣教不怀疑，我们自己要认真努力学习。啊，别人我们就没有能力帮助他了。啊，一定要懂得帮助自己。啊，但是我们也不舍弃众生。啊，舍弃众生，你菩提心没有了。啊，对于一切众生，我们尽心尽力做出榜样给他看，他看懂了觉悟了
好啊，他会后了，看不懂也没关系啊，看不懂啊，这个形象也落在他阿赖耶识里面了啊，这是个好的种子。纵然对他现前这一生没有利益啊，对他来生后世啊会有好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决定不可以说哎呀现在人人心反常了啊，都不学好了，算了，我也不要做个好样子。那我们这样想法做法了，就大错特错了。越是在逆缘逆境，越要做出格外好的形象。这是报佛恩呐。天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两句话如何落实，落实在自己的形象啊，落实在自己的生活行为啊，别人不如法，我要特别做出如法的样子来。一切随顺佛陀的教诲啊，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啊。佛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去做啊，这个就是实现了啊。做不到，做不到是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但是自己要多想想啊，你要是做不到，这转眼之间三途有分啊，我们要细细想一想，愿不愿意去做魔鬼畜生，愿不愿意去堕地狱啊，多想想这些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就在眼前呢 啊身后啊往哪一道去啊，如果要想还要想得人生，不愿意做畜生做魔鬼，五戒要守啊，至少自己要做到中品的十善呐、佛陀的教诲呀、要常常放在心里。才不失人生啊，能够提升到上品十善，升天就有份啊。佛给我们讲，这个天人的条件是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天人借由慈悲喜舍啊，舍是放下了，舍什么舍一切不恶，这个恶业啊，不善业
十善一念生的杀道也啊，口愿于念时其余恶口，意的贪嗔痴写这些东西啊，欲界天人虽然无欲没有断尽，比我们人间淡得多啊，所以它是天道 啊这些状况佛在经典里面说得非常详细啊。我过去在台湾啊，我居住的邻居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啊，方好啊，在台湾也很有名气。啊，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啊，他向我借大藏经回去看，看了之后告诉我，你们对于天堂讲的比我们经典清楚啊，好像是去过似的。我说没错，是去过，常常去啊，所以很清楚啊。啊，天人生活状况啊，佛在经典里面描绘的很详细啊。啊，越往上面去，对于这个五欲六尘的受用越淡薄。啊，完全舍掉了，到色界天了，欲没有了。啊，再往上面去，色身也不要了，无色界天了，啊，身都不要了，舍这个东西，啊，所以佛家的这个术语，舍得，啊，舍得是佛家术语。你舍五欲六尘的享受，你就得色界天；舍色身呢，你就得无色界天。舍得了，舍是因呢，得是果报啊。我们如果不能把世间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舍掉啊大部分，欲界天人没有份呐。啊，所以佛陀的世心是舍净啊，日常生活所需啊，三衣一钵。他们是生活在热带，所以他够了。决定不过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形象我们要学习啊。这就是演法了。宝吉菩萨听闻佛法，心不逆，不逆就是完全依教奉行啊，他懂得啊，他能做到啊。再看下面这一首偈：佛于
往昔修诸行，普净广大波罗蜜，供养一切诸如来，此俗即往深信解。清净俗即迦牟罗王菩萨，他得的是普成就波罗蜜精进力解脱门，六度里面特别着重是精进波罗蜜。所以德号里头啊有俗集这两个字。那么要有人问，佛教教人教的是什么？我们如何用最简单的言语来答复？当然，你得看看提出问题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不同身份，不同程度的人，不同文化的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看佛的答复不一样。正如同我们在《论语》里面所看到的，你看许许多多人向孔老夫子问仁、问孝，夫子的答复都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要懂啊，这是什么呢？叫契机。佛子的话你所答的切理不切机，对方很难得利，很难得受用。所以一定啊要了解发问的这是什么人啊，什么身份，什么程度。这是活的，不是死的。那么他现在是从事于哪个行业？他现在做些什么工作？大致我们都能够了解。他提出个问题，我们就晓得如何来答复他。如果他非常关怀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确实有相当忧患意识，我们告诉他，佛教导我们原则是教我们
断恶修善，教我们转迷为悟，佛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两个教学的目标呢？佛用的是四摄六度啊，这十句二十个字啊，我们真正能懂得，能够信心不逆啊，我们深信不疑，决定不违背佛的教诲啊，这两个目标就达到了啊，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色施是佛教我们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往来必须要遵守的原则啊，我们跟一切人往来，一切事物往来一定要遵守啊！第一条布施啊，佛家讲布施，中国古儒家的时候教人礼尚往来啊，啊，四摄法里头的布施。意思确实是礼尚往来，我们跟人见面要送礼啊，啊，无论是初次见面还是老朋友，礼不能少啊。乃至于家庭，夫妻、父子、兄弟姐妹，这个礼不能少啊！现在人懂得这个，讲究这个，少了啊！过去人非常重视。如果出门去旅行回来了啊，这个家亲眷属每个人都有一点小礼物啊，他不会忘记啊。中国古时候称礼义之邦啊，现在疏忽了啊！这个礼是表示什么？表示关怀啊，很重要啊！啊，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啊。第二是爱语。爱语不一定是好听的话，真正爱护对方啊，特别是对方有缺点有过失他自己不知道，我们看到了一定要劝勉啊，
要帮助他提升德行，这是对他真正的爱护啊。力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作所为，对他们决定是有利益，决定没有损坏，对家庭、对亲戚朋友、对邻里乡党、对国家社会，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都是利益的。绝对没有破坏的，这叫力行啊。幕后同事，同事是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啊。现在讲说，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啊，我们对这个地球方方面面、事事物物，都要真诚的爱护。这叫事实啊，是给一切人事物交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人家讲哦，佛教内容是这样的啊，他自然就向往，自然他就想来学习。六度这六个原则是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六个原则啊。六个原则头一个是布施，这个布施跟四摄法布施意思不一样。四摄法的布施，这个意思很窄小，就是礼尚往来。六度这个布施范围无尽的深广，为众生服务啊。所以这个里面有财施、有法施、有无畏施啊。不要看啊，那这个字是一个样子的，意思不一样。你看佛说法是在哪一类里头啊？所以这个布施就是尽我们自己的心力、劳力。我们身体劳力，身外之物是财力。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布施智慧，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啊。虽然没有外财，内财布施。那才是身体啊，精神体力啊，奉献给社会大众不疲不厌在中国，孔老夫子也是表现了这种精神。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这个都叫修行啊。
住是多啊，一切众生贪吝啊，吝是不肯帮助别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求报酬，要讲求代价，佛菩萨给我们实现的不求报酬，不讲代价的，无条件的牺牲奉献，社会才能祥和。做什么事情谈条件谈报酬，这个社会有纷争，绝对没有和平。啊，所以佛彻底给我们做出样子来。啊，佛的一生呢，我们真的看出来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啊，此是爱心呢。没有任何条件，要无缘啊！怜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同体大悲。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学，你就真的学到。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一切人接触还斤斤计较，佛法丝毫你都没学到，边缘都没沾到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想到啊，为什么我们供佛像，供佛像绝对不是一般宗教里就说我们拜木头，这个话说的太过分了啊，我们也不能怪他，为什么呢？他不懂啊，供佛像是见贤思齐，看到这尊佛像想到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教我的啊，释迦牟尼佛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干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学啊，他过的是清净自在的生活，一尘不染的生活，他干的是教化众生的事业啊，教化的内容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断恶修善，断恶就是远离三恶道啊，修善就是得人天福报啊。啊，如果能转迷为悟呢，那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提升到四圣法界，到一真法界。这个是佛法教学的内容啊，帮助我们具体的事实啊，我们看看凡夫心量最小，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这个错误了，这是要修正过来的。啊，第二持戒，六波罗蜜里面持戒的意思就是今天人所讲的守法、守规矩。家有家规，故有过法。人是社会动物，不是单独存在的，跟大家住在一起，你不守法不守规矩，这个团体就乱了。所以佛示现的守法了，样样都要遵守法度。守法里头最重要的，《法王经》上佛说了：“不作过罪业。”什么是过罪？欺骗国家，出卖国家，这是过罪啊。破坏国家，这个罪很重啊。第二条，不谤雇主，这个雇主它的含义是指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决定不能够恶意毁谤，不顺自己的意思就毁谤就侮辱，这是大错特错。佛在《璎珞经》里面，《璎珞经》是菩萨戒，在家菩萨戒，教我们不漏故税。国民对于国家纳税，这是义务，这是荣耀。逃税是决定错误的，第四个是不犯过制，这个过制就是国家法律，决定不违背国家法律。佛在这个两部戒经里面说的这个四条重戒，我们不能疏忽。往年我们在台中求学，李老师讲经说法常常提起，给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大集经上佛有说，世间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你能够奉祀父母，等于奉祀诸佛如来。所以敬业三福头一条讲啊，孝养父母，奉祀师长。佛家的教学彻
彻实彻宗，就是孝道跟四道。所以受法比什么都重要啊！人不守法，不守规矩，自己不能跟别人做一个好榜样，你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啊！自己要做出榜样出来呀！六度的第三条忍辱，忍辱就是耐心，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耐心。世间有许多事情不是在一生当中能做得圆满的，自己要认识时间因缘，自己在这一生不能够圆满，要找到传人呐、希望在他那一生当中圆满像大摩祖师当年到中国来把禅宗传到中国，中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学习，他很有耐心他自己参禅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总会有人认识到果然遇到一个慧苦慧苦认识他，向他学习代代都是单传呐、传到第六代，这个大家知道禅宗六祖慧能，这才开花结果你想想看他有多大的耐心到第六代这个法门发扬光大了能大师的传人有四十多个人，禅宗的大法在中国发扬光大了所以一定要有耐心第四条精进，精进用现代的话来说一定要求进步时代也不住地在进步，我们的道义、智慧、能力、技巧也要天天求进步第五个是禅定，这个地方的禅定跟一般宗门里面讲参禅的意思不一样这个地方所讲的禅定，用现在的话来说，胸有主宰不会被外境所转
啊，换一句话说，内绝对不会生贪嗔痴慢，绝对不会起自私自利，这是对。啊，外面决定不会受境缘的诱惑，啊，你在逆境不起嗔恚，在顺境不起贪爱，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这是禅定。啊，第六是智慧，般若智慧，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事理，因果都能够通达明了，一丝毫不迷惑，这叫智慧。释迦牟尼佛一生都表演给我们看，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啊，这叫普尽广大波罗蜜。普是普遍的，尽是清净的，啊，普尽在佛家术语里面讲三轮体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不着相，啊，每一天很认真很努力在做在表演，啊，不疲不厌，心地清净，丝毫不染，这个就是供养一切诸如来，啊，一切诸如来是谁呢？一切众生，啊，佛在这个经上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头一句话了，礼敬诸佛，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对象，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诸佛如来。啊，华严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啊，所作所为，全是供养如来。我们现在的话讲是服务社会，服务人群，服务众生，但是都没有佛讲的好。佛讲供养一切诸如来，啊，佛这个话里面体现出一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啊，体现出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啊，体现出这个，啊，我们世间人无论用什么名词，这个意思体会不得，啊，所以古人常讲世间好语佛说尽，这个话越想越有道理，啊，
佛的话句句真实，好语是真话了。不是真话了，那就不叫做好语啊。句句都是真实话，句句都与信德相应。我们要去体会，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学习。佛往昔修行，现在成就，成就之后还给我们做示范，还做修行的这个榜样，这真叫难得了。这就是佛家常讲的道家慈航，尘缘再来。我们唯有认真努力学习教法，才能体会的，才能得佛陀教诲的真实受用。希望啊，我们同学们在这一部《华严经》上深深地见到诸佛菩萨的真面目，诸佛菩萨的真面目就是我们自己，佛经上常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华严经全经显示的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从这里体会，体会的一分，你能够行一分，得一分真实利益。体会的两分，能够行两分，你得两分利益。体会就是佛经常讲的悟入，真正觉悟必然是真正落实，如果不能落实，决定没有悟入，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反省要检点。不可以把解悟当作正悟，那你就错了。你说我听懂了，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我懂得很多，自己一样都做不到，这不是真正觉悟。这种修学依旧还搞生死轮回，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